你要不来我家过年吗？那我还得给你压岁钱，不划算。用不着那么认真，忙又不会真谈。学习一下挺好的，有些理论说不定实践的时候能用上。行，小伙子，好样的，坚持住啊！吴教练，这次网吧开黑跟你也没关系，你为什么要替我们出头？什么意思啊？兴师问罪啊？你是不是喜欢罗教练？跟你有关系吗？反正你们应该没在一块儿。在一块儿了，你想怎么样？看着不像。我跟罗教练从小一块儿长大，我了解他比你了解你妈都多。那能一样吗？真是，我跟一毛孩子较什么劲？快放假了，很快你就能回家过年了。你呢？你不回家过年了？我爸妈在国外。我一个人过。那你要不来我家过年吗？那我还得给你压岁钱，不划算。你干嘛给我压岁钱？我不要你的钱。我是你教练，也算是你长辈，这是规矩。这学期过得真快啊，感觉你入校还是前两天的事儿。但其实我进校队都已经几个月了。感觉怎么样？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跟我说。我确实状态不好，在一个成绩卡了40多天都上不去，但我心态好。我觉得运动员嘛，哪有人可以一直进步呢，对吧？是，所以你相信我就好。不过你说的也对，不能老绷着。我这次过年回去，我好好休息，回来一定可以调整过来的。行了，你也别烦了，好好过年，别老想着我的成绩。好，好好过年。